两张一摆人气强强军的西工德艺术节，今年将伫三月二十盛大开幕，希望规划艺术伫即座小岛，和民众看见大自然创作的艺术在伫遮。南青岛主的西工里里长林连峰，面对400多公顷的岛屿范围，平时拢会动员志工来打扫。这回为了迎接西工岛艺术节，也向台南地检署申请社会劳动专案，包括南区清洁队、北区、南区区公所以及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等四个单位有35位劳动人。这几天拢伫西工岛清手机大叶、加兴的树开垃圾，清了111包的垃圾袋啊，相当可观。我们申请了那个台南地检署的这些义务劳动的人员来做渔光岛的环境整理，大概动用了有35个人次。那垃圾大概目前的垃圾包大概目前已经有差不多110包左右了。那目前只是早上还有下午的工作，我们大概的目标就是人行道的打扫，还有道路的两侧以及临下空间的环境整理。那不单是市民朋友来这边看到一个艺术气息的这个那个创作，而且也能体会到我们渔光岛的这些环境的干净。李长进一步表示，在西工岛只要大型活动都会动员人力来到三江，全力整顿环境。会长地检署主任关厚林马高长感谢受社会劳动人的辛劳，提供社会公益的劳动服务，也借此补偿社会改革向上的机会，创造双赢。台南新闻，君吉蔡宏报道。